下来就叫大哥大姑姑。咱要大姑手术做一下。那个那个科长找一个护士。啊，那个。确认一下，这个位置不够啊，到时候我们就是桌子椅子跟他隔离了。够吧？啊。好了，谢谢啊，谢谢。我们来一天，我们还会再来拜访一下。看看得到什么东西，参香，参拜。哦，他们专门这种仪式是吧？嗯。他们很认真的啊。椅子要摆上面。
下属。
经文经传行不当之行再见马戏传传经过后马戏开用发自由马戏目的习惯不马戏马戏一个林回开经哎我不想我想我说我讲普通话吧，大哥。公告，就是第五场，第五路，第三场我给他第五路红红红红的场，怎么红的？我应该有有哪里来的？我们自己有日本人来红红的台。当你是让另外就看你不能讲话，我真的都大感动了。十九
1933年的祖庙把这个香火拿回来了啊，请神上帝慈悲分成三等份，一个马祖广贤宫，还有那个居民广贤宫，还有我们这真主庙啊，请神分成这个见纳。就是广三宫，我祖庙成功，我比较对了。牛奶，牛，三。那还可以。前天上去准备好，一点给我搬新家嘛，一点放在我身上。不错。放在内炉。妈祖。我进门。四方。这让赵岩，赵岩给他赵岩。您那是值班哈，最是拼命查这些，你挂帅哈。那前心的注意，那个提醒一下，啊，还有一个祝大家平安的哈，啊，在上帝好，上帝要保佑我们，啊，把我们这个圣城的人保佑啊，或者是您上帝慈悲。我每一场都会的。好，嗯。尤其在那个，每场都到，还有那个二场，他每场都到，每场都要到啊。对对。我最满意的就是十二生肖。就是那一个场地是最好的。比如十二生肖，为什么有时候一直找十二生肖？谁都没有说到那边有十二生肖，叮叮丢丢我的人都不知道啊，卡那个店，那个十二生肖说丢的，可能被别人背。啊，这个一家就做土，一就搞得，搞得个亏，街里就里可以，养的都是白活的。所以我搞铁，我老铁，我们都投给你家了，你拿这个。啊，你刚才过去了哪里？嗯，今晚不过了是，今晚跟大家订，我把今晚把油给抹了。中国啦，浙江大学嘛，也是经常搞这个会哈，这样子啊，好感冒。我唔要讲啦，我以前咧拢准大，我不想去，我都想去。故故咧呢？我边头上是桃花谷。桃花谷。嗯。不错呀。我看我来都讲我啦。伊也开我一个，家庭阿姨也开我一个厂，我已经都开家内好啦。就讲就讲了，应该的。阿伯嘛，他妈的，工作记录。我头阿姑哩，对你，嗯，家庭经理，这里有小姐。哪是我炒贝的？哦，是跟你家几位几位老的？女爱的。哦，寂寞。寂寞的。我也要搞来，很来的，伊也帮我去做。啊。
是因为亚蒙的亚荒的。等你定价的一个白带也到后头，都合作的白金都在一定有。白金个回来了，一个人整一套，干嘛你给我看看？哪里？这，我们干嘛就遇过谁有这个的？你讲的应该大很多的。这个味道挺的，哎，你说，没难点了，这倒是的。嗯。是啦是啦，他现在没拿这一把也给老师。嗯。我来就，啊，老师啊，我啊，要不。尤其去探路查了，看三餐不济，我觉得除了泡面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那是正常的。来，我交代一件事情，就是总管大人第一场场地还给我处理好，好，好，那劳驾你了，好。那就我不答应。哎，我给你哎，给你说一下。他有讲说，你们最好是在他们没有开始上班的时候，大概在七点左右，你们就要到场地了，就不要收拾拾环境。如果你超过七点半，他们来的上班，你们要收拾环境。那我们门票，那我们去商量好一下什么时间。还有我打一个字你放在那里做笔，如果他一定我们吃的时间不够，我们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最好你们要赶到没有上班之前去。就是廖林讲的，来呼叫谁？那没关系，我们赶七点还有多少？这个时间很可以。我们早点去。哎，我今天问，先让他先去拜拜。我们古三年，你们这里人气很多哎，是不得了。就是啦，要去了一千多块，我们就算了，都不得了，对，不得了。你如果你要赶七点，在七点左右你们去，就不要花了这四十块钱，哎，就不要花了这四十块钱。好，我就给你讲了，要去探路潮以前都给你讲过了。北方有潮来加班，南方点气不会灯。懂吗？北方有草加碗油，南方点起智慧灯。北方油加把油，加灰点点么？南方有金木，那北方的哪有金木点灰点滚滚？就是压里面。早早起身，断身不滑，迈向佛堂。
双手击鼓，威震八方，一场就要打响钟。去查找，我就下查。然后我暗藏玄机在里面呢。是我先我讲了，武功就是讲，对我伊有感冒，那我顶回吃吃什么，吃吃什么就是讲靠孤单就是攻爬下。早起的鸟儿有厨师的一种，就是要你们会灯点起，早早上山呢、啊，击鼓威震八方，干嘛？啊、哦，第一场都七点前走了，七点钟，七点前，七点进去，七点就要进去了，七点就要走了，从这里六点地方车，五点半就要，没错，地方车，五点半就要，我们那时候专车的方式，嗯，没错。来，反正我们越讲越好，就这样。第二点，得，所以哈尔滨那一场，十二元宵，那个红布条，我在那个交代了，你们给它处理好啊。三尺六宽，有字长，三尺六，十二条。还有怎么叫你演变方法，我都给你交代了。记得来，这几个你那个张校，打开，他有做方法，你说这五个人都顾下自己的面，那如果你在中间的时候，你拿那个做。要向前，他们就是要照他们的方向走。照他们的方向，照他们的。对吗？他现在问说你四个人属本无言，你东方就向东方，西方就向西方，跟你方面关系。是的，没有错，是他们拿嘛，这一支箭子，他们拿。照他们的方向。射出去的，往外照的。问这个问题。对啊，你往西方就照西方，往东方就照东方。我们就保现在要聊，要跟他问清楚。在十二生肖，就是在这边。好、哦，一般排列个龙，第一个鼠到蛇，然后看看。那再请，随便问你一下哈，如果说这个我们这边都弄好了，对不对哈？你已经做点好了以后，这十二生肖的话，就你说再来就蛇的旁边嘛，对不对？对，退、哦。那不用退，我们把第一个先走过来到这边站着，还是还然后继续的走下来。从后面走，跟着。你教一个方法。啊，扁的扁。向前。又向前，对不对？对。然后，全部好了以后，各自归位，会不会讲？各自归位，由鼠来带动。对对对。鼠带动好了以后，然后再这，再换。两排一起带动。嗯。然后鼠跟这个一起走，先动，然后后面一个一个各走各，你不要这边走往前走这边，比如说要各回灯位。你听我说，这个先动，这个就要动了，对吧？一对一对动嘛。你先动一对一对吧，就是我从头往后，不要这里走往走这里了。好，那就各回本位，就是鼠开始动，这个马就开始动了，然后一直往后走，一直走了，同一时间走往，对，我不是一起走，你听啊。是一起走的，怎么会分了拆了？就是两边一起往后嘛，就首先动嘛，后来就是要它就是一起吧，就是两个排头的。一对一对动，一对一对动。这个要上方推演的，到时候要上方推演。练一下。你不要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我不会。人心就惶惶了，啊！化石的饼干，五色铜，五色镜，还有十二生肖，年年最好不要下去诵经，知道吗？好，好。如果没办法，才把诵经的
要那个调上来，这真的没有。倒不是的，看看它几个十二生肖，到时候它运作一下。然后如果说有，就尽量不要拆的。那些颜色上面就可以找。那现在要看，现在要看哦，要看几位没有活出的话，要再解释。因为前一天，提前一天会和那天晚上才可以那个。九柱香，搞六，机油啊，绿灯。有。人家不要的，你们把它担当起来，这个责任以后回去我会恭喜你的啊。还有事情吗？有。这边在这个6月24号开始收指数，我已经把它整理出来，那什么？在公山东马来西亚一点赶一点。第一条是东北滑轮向东斜，脖子脚踏七彩光，火日当中上鹤雕，千里奔波上海地，人生杂勤向基地，力头向上得为后，得为后。日夜灯笼夜夜闪，人心浮沉福德深，烽火交加燕陵地，风水过江翻过岸，花桂花啦，银桂花啦，我不管就翻过岸，翻过岸，就翻过岸，哀声杂地燕上恨。上海灵地穿木林，奇人九姬成王爷，仁慈大德一线上，姓秦，秦始皇的秦，金西王爷的秦啊，秦始皇黄爷的秦啊，不是陈，是秦始皇的秦黄爷。姓秦是不是？秦始皇的秦。泰山的泰下面的啊。这不是水，是木。对。有水木啊，河对。奇人九姬秦黄爷。仁慈大德二支柱，
二只猪。不是鸡呀，两条条的呀。两朝，两朝主。嗯。两朝。朝。朝代的。朝代的。人称大白老幼人，也不是这个词啊，对。故词，干旱，故幼林。秦皇，秦皇有腿何子林。你这个头前伊有名就好，阿表叫做秦皇。秦皇。有形无形，望你慈。无形有形，万能看呐。望你仙啊！